43岁男星阿甘出道20多年，演过《新兵日记》《廉政英雄》《戏说台湾》等剧，但始终未被注意。近日他再度回归民视八点档，在《市井豪门》演出刑警甘逸飞。不过鲜为人知的是，他曾消失荧光幕整整五年，期间为了筹钱医病母，还到餐厅当洗碗工。据三立新闻报道，阿甘当年因演出《新兵日记》而崭露头角，不过一路走来星途坎坷，更直接消失荧光幕整整五年。阿甘坦言，这段期间还是有拍短影集，但收入不多。当母亲需要动手术时，他只好到餐厅当洗碗工，为母亲筹措开刀费用。有一次，明视一姐陈美凤到餐厅用餐，员工们都很惊喜，还鼓吹阿甘出去和陈美凤认亲。但他因在工作中，加上自认状态不佳而婉拒。不料却被同事说，所以你在演艺圈也就这样而已，难怪会来当洗碗工。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，但他不气馁。他告诉自己，有戏我就拍，没戏我就认真过生活。除了在餐厅打工之外，阿甘也到朋友公司当司机。其中一次竟然成功阻止要到海边轻生的客人。原来当客人一上车，阿甘就细心发现乘客情绪不对劲，还一直问到海边了没。阿甘于是抓住机会问为什么要赶去海边，也因此突破了乘客的心防，两人开始聊天。最后一次问阿甘还要多久才会到时，阿甘则回答，我这台车跑不快，因为我载着满满故事的人。途中阿甘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最后成功让乘客改变主意，取消去海边。新路载福载沉的阿甘，虽然工作停摆了五年，但他不气馁，因为这段时间的经验也给他很多演戏的元素。他提到，演戏演得好，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历练。而这一次回归，他将自己改名成阿甘，除了希望自己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阿甘，也象征着自己苦尽甘来，越来越好。